老大，老大，你听说了吗？又给咱们换新老师了。哎呀，喊什么呀？有我在，下周还得换个新的。老大，老大，不会是这个帅哥吧？嘿嘿，帅哥那就更不能放过他了。嘿嘿，这，妈呀！哼，你们班的欢迎仪式还真特殊呢。嗯。各位同学，要是没有别的招数，我就开始上课了。各位同学好，我是你们新来的代课老师。小雨老师，你的学生我都搞定了，可以开始上课了。你不是老师？不是老师，喊什么？上课。